卫福部实施扩大急难纾困金的发放作业，花莲社工所从5月6号开始受理到现在，已经有将近5000人次前往咨询。社工所也针对了提供完备资料并且符合纾困资格的23户申请人发出的纾困金，总计有315000块钱。市长吴佳璟表示，民众如果因为疫情面临到经济困境，想要尽快领到纾困金，建议要备齐完整的文件，方便审核。如果只是依照申请书和切结书来送审，就必须透过系统查掉，并且就个案情形逐一了解，还需要一定的作业时间，请民众要耐心等待。日前，花莲市公所寄出了325件纾困申请书到卫福部，希望可以符合行政院长苏贞昌他强调的地方收件中央审核基层免责的原则来办理。市长吴佳璟表示，这325件都是在事先完成初审之后才送出，但是卫福部也发现，若以简化流程审核作业来办理，难度非常高，因此就函文给花莲市，并且把申请件数给退回，请市公所人员来协助审核。那纾困金只要你准备几个资料，我们可以快速来做发放。第一个是无薪假休假的证明，第二个就是工时或薪资缩减的一个证明文件，第三个劳保加保跟退保的一个资料，这样可以方便我们同仁来做相关作业的一个办理。那也跟所有的乡亲报告一下，那花莲市公所总共已经发了315000元，总计23人。那持续的，只要你资料完备，我们都可以立即的来做相关发放作业，审核完毕就可以发放作业。那如果说只是签借结束的，我们必须还要有相当的一个作业时间。这个是除了要保护我们的民众之外，也要保护同仁，因为不要让民众有重复异领的一个状况。那当然签切结书不代表说就不用负法律责任，还是要负相关的法律责任。那当然整个在前几天有媒体在问说，我们寄到卫福部的一个资料的部分，当时我每次看到卫福部有加派人力要审查，那当然他可能也审查过程里面也发现那个人力是一般人没有办法负担的，还是寄回来给乡镇公所来做相关的审核审查。那也谢谢卫福部后来 有把一些财税资料后续再持续开放出来，让我们地方作业能够更方便。那未来我们会加速我们的速度，让所有的需要来协助的民众都能够得到妥善的照顾。市长也指出，自从简化流程推出之后，就有不少自称是卖玉兰花的申请人。究竟花莲有多少人在卖玉兰花，大家是心知肚明的。甚至市公所平常就有在关怀的街友，也在一夕之间找到工作，各种乱象层出不穷。如果想要早点拿到纾困金，就必须备妥文件。而目前已经有23户申请人拿到了纾困金，总计发出315000块钱，请民众要耐心等待。谢徐丽琴，花莲市报道。